看，这里有两只小猴子。今天我们来到了黔灵山，主要是为了带我团队的小伙伴来看猴。现在马上已经有猴了，这有一只胖猴，这有一只瘦猴，这有一个机灵猴。妈妈妈妈，我也要吃。这个妈妈也不给他吃呀。感觉几年过去，这里的猴素质变高了，他们只抢明面上的吃的了，不抢包里的了。这有一对情侣猴，哈哈，这是一只大猴，来呀，大猴！妈呀，你是有点大哈。小猴过马路，背着他的小猴。这是一个吃冰棍的猴，绿豆味的冰棍，好吃吗？真香，好甜。不要了，吃完了。好吃吧？这个很不错。够的够的。不，你扔了。他不能抢我吃的。这太辣了。过来，虎视眈眈的。喝水了，他这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水。我的哥呀，我的水被他抢走了。我还没喝呢。你怎么这样？哎呀我的冰淇淋啊，一个都不剩了，都吃下来。你素质极差，啥都没了，最后一颗冰棍儿也拿走，全都抢走，一个不留。